高速板解除，打开电门锁，大灯打开，左转向打开 ，P 档解除，转把拧到底，变光八次变成99，表示可解除状态，关闭，然后再打开电门锁，解除 P 档，转把拧到17到20之间。变光八次，下面显示数字的时候，调三档，调左，就是加右加左减，速度一样的增加了。比如说我们调的50号，好，变短关闭左右转向，变光两次就可以了，速度显示就是50。三档速度是50。那如果说我们需要恢复原状态，电门锁打开，解除 P 档，转把拧到底，变光七到打开右左转向，变光7到8次，显示45，表示速度已经是45状态，它是限速45。